酒当歌啊。把你的杯子放到后面去了。哪一张上去拍呀？真的、啊？那你说到，你读一下。你读一下，这什么古书？读一下，扬州市古树名木，广玉兰木兰科，年龄135岁，保护等级是2级，不要说粗话脏话。啊？北京，厉不厉害？你北京的树？北京的这是385吧？这是多少？115岁。115岁，这个叫鸡爪蟹啊，鸡爪蟹。广玉兰，对的对的，广玉兰。保护等级2级。保护等级2级啊？哎，几岁我就。下面不是135吗？没看见吗？130，这里啊，135。树龄135。135。这个第一视角还不错啊，你看。你奶奶，这棵树要倒了。它本来就是斜着长的。很烦的你，这是音响吧？还是投影仪啊？对的，对的，投到这上面的。对的，就是投影仪。啊，那边是骑马的，当心车。要去看看吗？啊，有羊驼，有小马驹。那马怎么跟羊驼关在一起呢？对的，一只有斑点的马。行着吃吃的啊，有没啥羊？有，应该有。往前走吧。然后，我不知道。
我不懂了。扬州市古树，扬州市古树名木。重阳木。这里有果树，这不是都是果树吗？哪里？刚刚你看到的地方，不都是他们大的树？不是不是，啊、我是刚刚张牌的。那边有亭子，去不去？去太跑。我们从这里能不能去不了亭子？那我们从这边走吧。这里有一条路可以去。乱讲啊！有路吗？给他靠背地上弄一下了，否则他出汗了。就穿上衣服就是了。是啊，师傅给我们请的吗？别来，走了走了。往这边，我不想走这个。啊，这是什么？长颈鹿。长颈鹿建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，主要。你还是那你下来吧。你就坐着吧。要坐在上面吗？你站起来，站起来。啊，坐着，不要站。坐的好，坐的好，爷爷。坐，别动。好嘞。头抬一下。还要抬一下。你怎么老是这个动作？比个爱心。爱心。这样啊。啊。啊，对。不要挡住脸。对。放在上面的呀。啊！头要抬高啊！我一直说听你们俩的是吧？这个咱现在不要往前奔啊！哎，那只鸭子过来了，不要动。开什么？啊，不开心啊！确实很危险，他们马上走，在桥上面特别危险。那我多幸运，拍到了什么？仙境是吧？蓬莱仙境是吗？看我拍照片到了什么？蓝色的，不是祥云。在哪儿？你看我刚刚拍到的是在哪儿拍？看见蓝色的。看见阳明。没有啊。这是多少只啊，爸爸？太阳折射的光。多少只？
个标志性建筑。这里真的有泉吗？哦，里面还有水。钱干什么用的？还有一个类似于碗一样的，里面是钱。还有人把宝石给偷了。里面真的有宝石吗？大水缸，看见没有？这是红色的，这是。啊，也对，是。我不动起来。哎呀，里面掉进去，我不动起来。没事，已经扔进去了。还有，还有，要不要？那个当中那个碗里面，廖进来，开心了，好了，结束了啊！不弄了，我们要接着玩了。桥那边是拍照的吴廷桥，前面还有什么遗址？吴廷桥。对，真正好看的在这个过桥之后，我刚查过了。哇、哦！是的。万一我这里有救我吗？干嘛？你把我摄像机也带上去，我想看一下水下风光，一起拍一下。读一下，啊，有修脚博物馆，还有什么理发术展示馆，刚才是修脚术展示馆，修条铅去修双脚，袖带烟来剃个头，剃头组是一个罗组了，里面有很多剃头的，老到长腿发以后啊，感觉人家不一样啊，少那个啊，古代的辰光还要烫头发，不是近现代了对吧？它是1650年的研究的。感觉非常好吃。
牙将子醋制银鱼，雪碗擒来二尺鱼，上有桃花春气在，子中风味胜纯如。舒适，舒适肯定是个吃货吧，就知道吃，被贬了还在吃。你知不知道苏东坡他有专门的东坡肉啊？我知道，他就是个吃货吧。但是你不觉得他很幸福吗？被流放了也很幸福。听说就是他流放到一个地方研究，吃的很开心，然后皇帝看他不顺眼，就把他换了另外一个地方流放。海南岛是吧？对。然后海南发明了一个什么吃的，又在那边吃。啊，那说明是他其实还是很得意的，对不对？这边是不是也是吃饭的？人这么多，排队。好的，再给你拍。嘿嘿，变脸小子。跟你说这针线不好。不是不是，这个聚焦，我觉得挺好的。全聚德。是三角形的油，三角油条啊！爷，你看古城墙，应该有好几年了。不长草，应该有好几年。这个地方以前那个不建设的骑马路，那个电线杆子都，所以这个叫马路，骑马的。最美驼铃巷，放水的。好开心啊，昨天抓拍他走路跌跌呛呛的视频，开心到现在。扬州八怪纪念馆，看一下他的售票规则。嗯，买两张。啊，又是很多，我不敢许愿瓶，这水深得很。是奶奶，请许愿。他给你一块钱，你许愿嘛，你也要许。直接扔进去。没有钱，没有糖，糖也是。把你的糖放了。来来来，小朋友给你一个，来，你许愿。好了，谢谢。完了，对呀，芭比 Q 了。来，看到扔到那个里面。哎呦，扔到这儿了！哎呀，这个我哦，它是扣子呀。嗯，对，扣。好了，我们再到里面去看看吧。砸下来，砸到。不是，关键把脚给砸疼了，那就。八块。
人的。对呀、啊。正板桥，哎，是什么？正板桥。快开呀！叫正谢嘛。快开呀！哎，快开呀！妈的，哎呀，你看，你骑着去。哎，你坐这儿，跟妈妈一起。坐这儿。陈传。高峰汉。你刚刚我就跑跑来，让我姐姐。快给我一下吧。OK。对，我先要我不要。姐姐呢？我不看，是康乾时候，清初时候的人，湖南会馆年运图。那这边还有一些书，正板桥集，正板桥是比较有名的。砚台，清代地图，这是清代的扬州，有新旧二城，当时的地图，清代扬州城地图，还有新旧二城。好大。那这是扬州画舫路。爸爸，这个是什么？然后是扬州雕版印刷，哪个？这个啊？这个是，反正是扬州的那种建筑啊，美术。哦，书画路，杨慎道到扬州卖画，为应适应需求，画风三变的仪式。官吏从文，盐商养士。虹桥修葺图，王世贞。扬州推官。修葺。石涛镇高翔书轴，扬州八怪的风格，扬州八怪十五家出身介绍，他们的出生年月，他们其实来自全国各地，最远的是福建上杭宁化的华，这个字我不知道怎么念，扬州八怪。这是真迹吗？金龙，这是正谢，也就是正板桥。咬定青山不放松，立根原在乱石中。
千磨万机还坚劲，任尔东西南北风啊，这就是高考必备的诗句，就是郑板桥的这首诗。李善，这是他的字画，也画的是松，那松竹。雍正九年五月，这是高翔弹指歌，然后聘训雀图，高凤汉，汪士盛，边寿明，杨法，李勉，博雅，画的还不错，就是鸟，栩栩如生。扬州八怪的影响，还有是各国国博物馆、纪念馆、画院、院校的藏品，就他们的作品的数目。学术团体和会议，就是专门研究扬州八怪的学术研讨会。是他们的藏品的书籍，古今著述，西方寺，被保护起来的石碑啊，在石头上雕的，不是的，这个东西是石板画。对啊，石板画。
是吧？你在这边拍个照。你走开。我不想走开。你走开。我想品味一下。这种风雅，你知道吗？风雅颂。真的？740岁。嗯，740岁，这么古老。爸爸，你过来一下，这是我有一个地方已经四分五裂了。我们上次招北京。看，这个树已经四分五裂了。嗯。为什么会裂开？你补的吧，这是古银杏啊，是吧？不像北京，你其实都多少钱？740年。那么740年应该是？看，这是水泥。明朝吧？我觉得这树本来里面已经被水泥。明代或元代的时候就开始。这不是水泥，这是它自己长的。长得厉害。在了。人家怀孕了，就是把这个是抱出来。应该是元代的时候。创新传承扬州八怪暨李亚茹艺术展。山静秋深。我到上面去看看，你什么东西？你去过来。啊？我不过去。哎呀，你过来！我看看这个。看到了一个东西。你看到什么了？你知道这个是干什么用的吗？我不知道。你站在我这。嗯。你看看那边有个什么？有什么？有金鱼啊。不对。你看看啊，有个水龙头。这
山，你知道的吧？嗯，我知道了。这是古人站在这洗手的地方，对吧？古代的时候有水龙头的，对吧？这水龙头是现代的，好不好？水管也是现代的。这个博物馆是现代的，只不过里面一些藏品啊、一些卷轴啊、一些字画啊，可能是当时的人留着的，清代的。建筑是古人洗衣服的地方。对，这些建现在添加了一个水龙头。啊啊。但这个，那这个建筑物是古代的，那个树肯定是很古老的了，明代时候就有了，元明的时候就有了。高啊！你看，老宋那温泉的，怎么看不了啊？不是，你看不是打个隔开不起，那门开高。这门怎么开不了呀？锁掉了。这门开也太高了吧？所以我通过你家过吧。爷爷，你说这门槛高吗？我们继续游扬州八怪纪念馆。这个是檀木刻的十二生肖的东西，龙呀猴。算盘珠你要我就给你100元。这边的这个一边是十二生肖，紫檀博物馆，因为它木头的本色都会有个色差的，不可能是完全一致色的。60元。你要这个？你要你拿呀。妈妈，妈妈你过来。妈妈你过来，你要不要买个十二生肖里的？我这属什么的？这香不错。羊啊。我们这我反正要这个。你要你拿呀。爸爸给你买，爸爸给你买。你要买个这个。好的好的。好的好的好的。哦，你出来了，呵呵。这是个石头呀，石画，上面是竹子，你看。不行，可以的，我儿子很大方。
对呀、啊，都是假的吗？不是假，有那个老爷下来。这真的，有好多人忙着里面挣钱。我也扔了呀。啊，你肯定今年会发财的。但是过明天，明年过年我肯定发大财。一千多年了。哦，1065年了，那就是唐代了。宋代或唐代的时候啊。嗯，国槐呀，豆科呀，槐属呀，1065年上面写着的。槐树那是不是会开花很香？湖南是的。朱自清故居上前100米 ，Let's go。对，朱自清站在一个小区里面。朱自清写的那个散文叫什么？高考的时候考的。叫背影。哦，就是。是吧？他爸给他几颗橘子。那、就是、然后他爸送他去。哦。背影啊。背影，朱自清。对的。自信加着水擦个嘴哈、啊。荷塘月色是鲁迅还是朱自清啊？朱自清。啊。那个他底下没有对吧？来了，把我扔下吧。来那些了，是大梅。那个小姑，一根。因为他的照片上的色系跟那个文泉的很像，那个背景文泉很适合，虽然是说像你管的西乡嘛，是那这是他的家世简表。这里有一个中书阁，你去不去？中书阁。朱自清长得还是蛮帅的嘛。1898年出生的。1898年到1948年。这边可以走。就没坚持到建国了。嗯。这里面可以稍微兜一圈。写错了。好。写错了。嗯。确实。
受聘清华。荷塘月色呢，就是以前课本里面的散文书。家国情。学生书屋，哦，别有洞天。